没想到我会哭，哭了几次。 James 拉拉崩吧，如果还有一天，我觉得一个show差不多了，然后可能需要两个show好吧。我以为我出舞台之后就不能进那个低宫的表演，怀疑自己能不能继续下去。我要唱的不是自己的故事，我是要唱我们所有人的故事。我发现一些特别的瞬间，就哇，好像冲浪的那种，就哇，就都冲过来。我唱过歌，跳过舞，然后唱过 rap， 我还请假的事搞得我焦头烂额，到现在又面临着差点没人选。我这一路披荆斩棘，我都快成刺猬了，后来一根一根把刺儿拔下来，我觉得我成长了。也不得所有的兄弟们，只是整个过程我们都一直跟自己在打，跟自己的内心在拼，无数次战败给自己，也无数次战胜了自己，无怨无悔。我不记得，我不知道，可能那个时候我也会哭出来的。可是那个是喜悦的眼泪。现在感觉反正很多东西都好像停止了一样，空气也凝结了，然后突然现在要离开，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吧。不知道在未来，只要兄弟。还会互相记得对方的名字吗？我觉得我能记住每一个人的名字，就每天把大家名字拿出来背一背。我希望来这里的哥哥们能够永远记住我，能够永远记住刘佳这个名字。我相信我不会忘记我们哥哥们的名字，不管是20年30年。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已经是叫什么刻骨铭心，是不是一个成语啊？厉不厉害？哪怕明天有一天，我们不管在哪里碰到面，我黄贯中念不出你的名字，请不要怪我，因为或许我已经老了，但是不代表我对你没有回忆。后期我会有几个孩子，未来会变成幸福满足，然后子孙满堂的样子。现在比较好奇他们18岁的时候是怎么样，有了孩子以后会怎么样。我的儿子们将来婚礼的那天我的样子会怎么样。那如果这样，我希望所有哥哥都去这个婚礼，对，大家一起在舞台上唱披荆斩棘。一帮老头儿算是披荆斩棘。 Debbie， 爸爸很想抱你一下，我怕我离开你太久回去没有能力把你抱起。我好奇我能不能跟我的哥们儿继续好朋友。我小时候好奇过，我说我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后来我发现我的未来就是现在啊，就现在就是真的做成了我当时想做的样子。肯定会越来越老，身体它机能也会退化，退出这个舞台之后就等着年轻人或者下一代他们上来去帮助他们就好了。有没有披荆斩棘的哥哥二？如果有的话，我能再参加吗？你可不可以去那个太空去绕一圈，看看这个星球有多美？在我这一生，我们是有机会去一下外星的一个别的星球生活。有机会的话，我们去太空再开一个演唱会。那个时候我们说是在月球往地球喊。